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个新商品呢，叫做呢魔术帽啊、哦。我们都知道呢，魔术师呢最喜欢变的就是魔术帽了。那魔术帽呢，可以变出什么东西来？现在这个呢是一个问号。那我们可以想看看啦，哈，魔术帽到底可以变什么东西出来？除了变花，还有什么鸽子？当然啦，兔子是少不了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魔术帽呢，一定要变出兔子来。